小排兔哦，大家不要生气哦，大家不要说王二瑶好爱吃哦。你看，我是吃的是这只小白兔，老师应该讲说这个白兔用的是糯米做的韩梅粉。你看我太粗鲁了，兔子的眼睛不见了。你看，老师，你刚刚还叫我说可以动来动去，你看我动是做边缘，我不会动眼睛，眼睛它已经不见。好，我吃。韩梅粉、哎、老师很像，我不能讲话会不会喷粉出来。老师好像以前拜拜的狗啊、欸、其实是就是格瓦的前身、啊哦、就是嘛，但是我们那个不会格瓦比那么重。还有老师，我是不是吃错了、嗯、因为我刚才一口就塞进嘴里了，那种是一口没错。我怎么有一种要被给洗的感觉，因为你是很干很干。对，然后配点茶。你要吃第二颗哦？不是，我要给大家看，我要刚才吃的是这个小白兔。这就是干果子的口感。不是，可是老师以前干。